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再听听看袁健的声音，因为他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。那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现场，然后呢再唱一首歌给他听？哦，这也算是福利的一种。福利的一种吗？我本来想安排就是我们大家去包厢一个过去听就对了，被打死。现场首歌好，可以，但是我在想啊，因为大家我自己挑歌的话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新意，我想要听听看大家有没有想要我唱什么歌曲。哦，现在是袁健开放福利让他点歌的时间了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想要听袁健唱什么歌对大家唱哦？想你的，夏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靠近你，靠近你，靠近，哎，靠近是哎，哦哦，靠近。一定想到庾澄庆的歌。对对对，因为他说靠近你，靠近你，我说来靠近你，来跟我讲你为什么。哦，好，靠近，靠近，这两首歌都是你的歌吗？都是我的歌，都是歌。对对，还好，不是易烊千玺。没有了，一直在中间的你，因为我总觉得中间一直在看我。他在看你说，哎呦，这是谁啊？今天来跟。好，那你想要唱哪一首歌？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大家耳熟能详应该是夏天的风。对，我就唱夏天的风。夏天的风，我觉得大家如果会唱到，跟我一起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要记得帮忙打拍子哦。好，那我们掌声。好，一起哦。每当夏天，我吹着温暖的风，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，美丽的。散落空中，随着风摇曳得很自由。每当夏天，我吹着温暖的风，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，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。有一天，你也会想起。